zinanga ndine Enoch Bello， zina Chinese ndi Alu。伊诺克从小在阿弥陀佛关怀中心接触中华文化，学习武术，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。啊，那我们 ACG 的愿同，其实就是接受中华文化熏陶教养之下，所展现出来的十足台湾风味的非洲小孩。这里的孩子天天做早课、吃素、学华语。这让他们和传统部落生活彻底脱节。留在部落还是到台湾读大学？伊诺克陷入前所未有的纠结。他会做出什么选择呢？周五晚间10点，公视主题之夜秀《弘法到非洲》。